和舍友挑战了100种方言，今天是温州话。下车没有？我不了蛋了，我已经没有洗衣的饭了。现在，哇，又说自己在故事也连不对点了呢。别怕了，你说这话我是真的爱听啊。又看到两件 A 了，哎呦呦，饭吃了，有饭吃了。那老规矩，谁破戒谁去吃饭。干什么这么洗脑啊？浙江温州。我是不是要温州老板？那个欠了3.5亿那个老板。不接不接，干的就是爹啊！住吗？爹啊！牛啊！